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他的猫，他的猫。二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三，在商店里，在商店里。四，再见，再见。五，请喝茶，请喝茶。第二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6题。6，儿子爱吃米饭，儿子爱吃米饭。7，我喜欢这个电脑，我喜欢这个电脑。8，我看见他买衣服了，我看见他买衣服了。9，苹果在桌子上，苹果在桌子上。
十。北京一年中有三个月很冷。北京一年中有三个月很冷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上午去医院看同学的时候，你没买些水果？我买了不少。十一，上午去医院看同学的时候，你没买些水果？我买了不少。十二，你是哪年来中国的？我，今年，2009年。十二，你是哪年来中国的？我，今年，2009年。十三，你的大狗叫什么名字？叫多多。多多是我的好朋友。十三，你的大狗叫什么名字？叫多多。多多是我的好朋友。十四，李老师的女儿今年20岁了。是，她很漂亮。十四，李老师的女儿今年20岁了。是，她很漂亮。十五，现在几点了？10:10。十五，现在几点了？10:10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
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。你好，这个杯子18块钱。那个杯子多少钱？十六。你好，这个杯子18块钱。那个杯子多少钱？十七。中午我不回家吃饭了，和朋友在饭店吃。我在哪儿吃午饭？十七。中午我不回家吃饭了，和朋友在饭店吃。我在哪儿吃午饭？十八。喂，是王先生吗？他在做什么？十八。喂，是王先生吗？他在做什么？十九。明天星期一，我去学校。今天星期几？十九。明天星期一，我去学校。今天星期几？二十。他不想坐火车，我们坐飞机去。他们怎么去？二十。他不想坐火车，我们坐飞机去。他们怎么去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